包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的活是最棒的。全军出击。好。注意我的细节，侧踢辅助先 A 他一刀，好顶，可以稍微退一下线啊，这两个东西还挺那啥的。还挺凶的，居然不怕我 A 他，好东西。还知道技术小兵疼不疼，我就问你。你把他二连顶起来不就杀了吗？我才没杀掉。瓜皮，给我套虚弱。这就是银翼王的实力。死了，屌不屌？这波单杀。不亏。ADC 来了还得死，哎，他有大招没有办法，他这波有大招任何办法都没有，他没大招我感觉我能反杀，这波浪费了我一个双招，有点浪费。注意危险，这个瓜皮坏事的东西，来个重伤吧，有点坏事，丢了双招了。他们卢仙有点炸。现在要表演的是如何走位。现在要表演的是如何走位。怎么把他踢走了呀？还行，一换一。可以，差一点点。ADC 有点开张了。爽不爽？三刀送给你。敌人消失。敌人消失。酒桶有何用？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等我把这波兵线推过来，兵线不推过来比较难杀的。死啊，这都不死，飞回旋镖回来，集合进攻。哇，这都不死啊，
命大。我方上路火箭路上正在。我操，还有虚弱。来一首三速鞋吧，来一首三速鞋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。哦，把德雷斯的。我在路上。然后我们拆中路去。下路没有兵。一刀扫开，两刀，三刀，四刀，五刀接耳。我操，这个小傻瓜。但是我不亏的呀，我拿头有赏金呀，跟我换有什么意义吗？我拿人头有赏金呀，老铁。直接来个电刀，你晕倒了，请我负责。晕倒了，就是被我性感磁性的声音所迷惑了，就缺氧的感觉。一刀带走，我把瞎子救活了，他被吸走的被我拉出来了。黑小兵捡斧子，加速往前追，甩开，一刀他没意，接斧子，给眼，一刀顶我没用，两刀。三刀屏障，好家伙，一个都没搞掉。在观战，他在观战。这酒桶怎么这么肉？多的全肉，我操！这个不能越啊！这怎么越得动啊？我操，没刮到，这个太肉了，但是他们打不了。格温吃了我两刀没状态了，他开 W 也没状态，慢慢打，打得过，一刀，别急，就看他炸了，两刀别急，甩一下，三刀别急，拉长，四刀，五刀，六刀，七刀带走，输出啊！一步！哎呀，以我一己之力很难全部杀掉。我想问一下我的队友在哪里。那个酒桶在旁边。我在路上。酒桶刚才在那个边露了一下脸。直接三斧打龙巨快，看到没有，我是三个斧。
我打不到人啊。先来个穿甲弓吧，把这穿甲弓先做出来。妈的，还有杀心这个人。跑得有点快。来拿增益。哎，尽力了，这东西太肉了。把了被抱走了。我这黑气一出，他们前面站不住。你看我现在打他的血量。这有格温。把这减速，一刀两刀三刀四刀秒杀，他 W 都放不出来，伤害高不高？黑切才是重中之重，知道不？打个龙也行，打个大龙吧。集合进攻那时难决，你看屌不屌这一刀。打个大龙，我在路上。怎么打个小龙打这么久、啊、击败亚龙。我在路上。他们人倒是活了，这不得先杀人了。怎么说？扫一下，格温死了。贴后排行，德莱文走不了一点。直接一波了呀！发起攻击，但是没必要，下路也别一波了。我们把这龙拿了，杰那边就能一波了，因为他那边刚好把他们那边兵强化一下，我们就不用过去了，他一个人就能一波了，把他的兵强化一下就行，看到没有？学废了没有？这是德莱文。第一件黑切不行，你要后期他们前排太多了，直接黑切。我这个减护甲谁顶得住啊？你看看我打了多少伤害。这个阿一蒙面会很强，他上来说我们这个阵容缺伤害。